浪漫的紫色隧道映入眼帘，阳光洒下，显得更加耀眼。228连假最后一天，一大早有游客特地前来拍照，捕捉美丽的喜叶藤。跟着 Google 来的，很秘境啊，不错啊。这里是南投埔里某处农场，农场主人种植美丽的喜叶藤隧道，花朵满开，相当壮观。而浪漫的喜叶藤花型如同星星一般，也有许愿藤的称号。这四天这样来客数多不多啊？很多哎，平均一天都是两三百人呢。不止许愿藤，台中则是有橘色花墙，盛开的炮仗花海吸人眼球，还蛮不错的。这一段还是蛮漂亮的，这段还值得。一整面橘色花墙绵延数十公尺，游客抢着拍照打卡，捕捉难得美景。不过这里不是在苗栗铜锣，而是台中后里后科路上，也能观赏到炮仗花海。蛮多网美来这边拍摄，想说趁这个花季就过来。假期尾声，走一趟绝美花海步道，也令人心情格外放松。记者陈广瑞、王柏英 SNG 小组台中南投采访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